行政院长苏贞昌他透露，八月底会有1000万剂的疫苗到位，但买疫苗到底是花了多少钱？苏贞昌和陈时中今天是待在台上答不出来，为了纾困预算在立院被询，国会的气氛火爆。陈时中今天也是罕见动怒，两度回呛立委。这是一个紧急状况，你别让大家拢讲啊，你爱来申请，应该是咱来主动讲。伊无变就我是要心啥货啦？为了居家快筛产品进口，指挥官陈时中在国会动了气，下了台还要鬼呛。没有去行使的时候，别人没办法行使呢。指挥官同意。我想同意啊，火气真的很大，尤其被问到疫苗接种顺序第7类到底是哪些人，说不清楚，却又怪人问太细。告诉我那是谁？那个我就讲谁是那相关的人，举例嘛，举例那是谁嘛？当然是要经济部、交通部才能够报上来啊。全台疫苗荒，苏贞昌宣布八月底渴望有千万剂到位，但买疫苗花了多少钱，苏贞昌就是不说，不断跳针，仿佛世纪大秘密。68号签约金额是多少吗？我们相关的企业多少啊？直接回答、啊。依照这一些来进行多少？你到底预算多少？不，这个你用了多少？对于国产疫苗的这个签约是多少？都是可以银资。国产疫苗5月28号签约是多少？委员刚才所讲是说没有预算，还没有通过程序。国产疫苗有没有超过64亿？护耳程序有没有超过64亿？相关支付在。企业里面有分易支付等等。三级警戒延期，没有疫苗，立委国会质询，特地穿上防护衣，全身包紧紧。这样的日子还要过多久？我们希望早日结束，回复正常生活。我也希望啊，所以解药是疫苗嘛，哈。苦日子就等疫苗解药，却偏偏只看到大内宣，疫苗在哪里依然没答案。记者林佳慧、黄明君 SNG 小组台北采访报道。